别眨眼，别划走，这是对象不会拒绝的饭。炒至变色的肥牛，加入葱加洋葱，炒出香味。往中间扣入一碗米饭，淋上鸡蛋液。这个调料配方，爱吃辣的可千万不要错过哦。尤其是炒饭，一定要翻拌均匀，炒到粒粒分明的状态。在表面铺上芝士片，撒上芝士碎，盖上盖子焖一会儿。400克的牛奶，30克的木薯粉，千万要开小火，要不会糊底哦。抹茶粉加入温水化开，麻薯打底，接着是冰块、抹茶还有牛奶，用奶油封个顶，撒上抹茶粉。哇哦，看看这融化的芝士，这碗饭一定要趁热吃，奶香拉丝的芝士和带着一点点辣的米饭真的超级搭，快走给你爱的人吃吧。